们终于聊天了，而且聊天不是用中文，也不是用英文，也不是用韩文，是用日文。那那个时候尴尬的就是又是罗俊硕了，我不会日文，也不会韩文。那时候哇，他们现在是在用日文沟通。你有收到他的信吗？目前还没有，大家都收到了。都收到了哦。国志向靠日文跟 SJ 聊天，没收老消息，也不去婚礼，压力蛮大的，其实超大的。因为第一集他们就来一个很不一样的，哇，自己好像又不能讲，又不能讲，哇，那个蛮精彩。国志向罗俊硕将担任台韩共同合作的男团选秀节目《Score》导师，和苏九立特、银赫、FBI 的李弘基一起选出男团。我跟罗俊硕其实对于韩文都是。就是一点点看韩剧之类的，那其实我最开心的就是我们在上一次录制，我们终于聊天了，而且聊天不是用中文，也不是用英文，也不是用韩文，是用日文。那那个时候尴尬的就是又是罗俊硕了，我不会日文，也不会韩文，那时候哇，他们现在是在用日文沟通。我跟李弘基老师都其实都算蛮严格的，弘基老师也好严格。比方说 A B 组。都 各自学了一个舞蹈跟表演，如果表演的、都不错，他们本来就要必须去拍一个视频。嗯，好，然后就有两组都表现得没有到很好，我就说干脆就不要去做，就不要拍吧，你可以省点钱嘛。就是你表现不好，你干嘛还要拍呢？七月三十高手巨蛋，对。那这样来得及参加少数族裔？我那时候在韩国录制，所以我也没办法去。十月在韩国，那个录制时间，你有收到他的信吗？目前还没有，可能有吧，但我还不知道，因为我刚回来。那你要保多少钱？我先看 Score 那个选秀的选手们到底怎么有没有让我放心的去想别的事情。那选手如果让你放心之后，大概那个价？那个好问题，但目前还没有放心，所以我还没想到。主要问题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之前那个求婚你在现场嘛，对，勇敢的问这一题，很勇敢。罗俊下个月过生日啊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你回来登记结婚？对啊，啊，不会啊，因为礼拜六还可以登记，我帮你问过了。没有，还没。业界盛传是你生日的时候，业界盛传，就你们两个自己讨论。小猪哥，你现在跟罗俊硕也算是不错的，因为我们都要一起录影。那结婚你要包多少？不用理他们。你跟凡凡有讨论其他日子？不是生日，当然有讨论其他日子。讨论好了吗？有好消息跟大家说。不是今年吗？你之前说今年。对啊，你过年前说对一年，对，就是今年哦。恭喜！最近很多男团都慢慢复出嘛，带给大家回忆一下，你自己的那个罗密欧会复出吗？我想要四大天王比较红，还是罗密欧比较红？都很红。如果今天我们四个人都还在线上的话，那个合体的机会就还蛮有意思的。那因为有两位已经在做房地产了，还有一位是在家里做牛肉面，所以如果要再这样合体，我怕观众对于他们的记忆会不会有点模糊。之前有一年的演唱会也是有四大天王的合体过，消息跟新闻也没有太大，所以我想说就是。罗密欧的话，你跟欧弟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机会还蛮有可能，因为那时候有猫叫春啊，一些歌都还蛮具有就是讨论度。跟欧弟私下会碰？没有，我不会碰不到，因为他住大直，我住内湖。近啊，隔壁而已，比较不会近。走路就会碰到，我们会往市区走了，比较不会。私下会常联络吗？没有哎。我跟他也不会登记结婚，你们放心。OK， 他已经很多个了。对对对。